HYBE 旗下女子新人组合终于要出道了。近日，首尔江南区三城洞刊登了宣告 Adele 新人女子组合上市的大型电子荧幕广告。Adele 官方推特表示，7月22日将公开 Adele 新人女团的首个内容物料。明熙珍女团是继 From Miss Night 和 SFM 之后 HYBE 推出的第三个女团。虽然组合名字是 RDV 的说法很有理，但是还不能确定。内容预告片中出现了五种颜色的五只可爱兔子，和之前预想的一样，新女团确定是五人组。那么 Adele 还不新人女子组合出道组成成员的名字是什么呢？让我们来看看吧。黄娜丽2003年，秀雅2003年，柳韩菲2004年，金敏智2004年，李瑞贤2005年。据悉全员都是韩国国籍，其中柳韩菲因拍摄 Netflix 电视剧本以为被排除在出道组之外，但还是成功出道。据悉陈秀雅和 Kepler 金多燕 Class Y 红慧珠一样，是首公益使用舞蹈系03年同窗。从陈秀雅高中时的体育大会集体照来看，和旁边的同学相比算是高个子。柳韩菲是童星出身，在2018年 MBC 演技大赏上获得了青少年童星奖。从右面的电视剧拍摄现场照来看，越来越像 Twice 智孝了。金敏智是 HYBE Global 女团选秀宣传海报的模特，另外还曾与李瑞贤一起出演防弹少年团的 Permission to Dance， 早早就被选为出道成员。7月22日公开第一个内容物料的话，预计会在8月内出道。爱豆韩社，贝尔解说最新韩语，欢迎你赞和订阅哦。